生或女生，他就要接当家者，是这样子的。所以看到呢，同学们表演啊自己的婚礼的祝福，我相信这位男士啊一定很幸福的。我听部落长辈说，在过去阿美的社会里面呢，男士嫁人啊是最幸福的一件事的。所以看得到这些孩子们呢，充满了欢乐的笑容。接下来呢，是我们最后的第三所的参赛学校，来自台中的和平国小。和平呢是我们泰雅族的小朋友，他要演的呢是七彩岛。我们先看一下学校的影片的介绍。和平国小位于台中市和平区，他们也是活力一起舞动竞赛的常胜区。每一位参赛的小朋友们早已练就一身非常深厚的泰雅族歌舞技能，今年他们将为大家带来什么样的表现呢？一起来欣赏他们的演出吧。每周三跟每周五的练舞时间是小朋友最快乐的时光。本校舞蹈队从2008年开始，连续四年到国父纪念馆参加全国总决赛。今年很荣幸能够受邀再次前进国父纪念馆，让我们用卡尔巴布来提振我们的士气。国小呢也已经准备好了，我们用最热情的掌声来欢迎我们的和平国小。